清晨的横店正等待着一场大战的打响，胡八一同志的故事也便要从这一刻开始了。别选哪儿，这儿我先来一点，可以，高兴，行吧，选五十万，好，这边我再悠点啊。也封不住。后面清理战场。是。连长小心。他这边。帮。哎。东哥，您看到我的血了吧？我扔个烟头。啊，我看见了。这烟头，我以为扔一子弹呢。现场火箭筒不动，就是我这边去吸引视线了。好，应该有什么事？305没这编号。好，东哥，对不起。好，枪指挥了啊！我不管他，我就好好好，打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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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其实基本上没什么心情说话，等我洗完六遍澡之后咱们再聊一聊。很开心，很开心，我觉得就是为数不多的一场越南战争闪回的戏，大家拍到这种程度，特别开心。所以我相信任何一个戏都是这么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出来的。仗，前赴后继那些战士的那些心境吧，我觉得可以设身处地的去想象到一些，或者说会去感受到一些。我这边全开了，有点那个，他嘴里要冒血吗？有点抽搐，对，有点嘴里会有，嘴里会有是吧？对对对对，对你啊，也可以，啊，你可以放这儿，我只要一动就。记得。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大家更应该珍惜。我们每天在一个很良好的环境里面工作生活，战争是残酷。收服失利，回去每人发50和5个美女。谢谢谢谢，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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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三哥啊。直接给我买回越南的机票啊！我这待不住了，是吧？非去越南不可。对，带着我的这次感受也挺深的。希望以后有机会专门拍一部战争戏吧。老胡和胖子的第一段探险之旅发生在二人曾经知青下乡的东北野人沟。等等，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原来现实中的拍摄地是海拔2200米之上新疆哈密地区的寒气沟。
这里不仅有林海松涛、山地牧场、巍峨雪山，还有那恬淡自然的游牧生活。刚一踏上这片天山上的土地，我们的剧组就陶醉在它清晨的美景之中了。老师 ，OK。OK， 哎，哎，好嘞好嘞，哎，你随便挑一个，随便挑一个就行。耶！然而，正当大家满心期待一段美妙之旅时，寒气沟却开始露出它冷酷的一面。我们一会儿要到上面山顶上的村子上拍摄，同时还要在现在我们所站的位置拍摄。如果大家绕着河走的话，可能会走很长时间，会耽误我们有限的那个拍摄时间，因为天气条件你也看到了那当时的情况，所以制片部门就第一时间就想到说，我要在这条河上面架一个桥。之前我们所有的制景人员也在旁边做了准备，车辆然后搭桥用的原材料都在那儿，所以第一时间很快的就会把所有东西运过来，我们去搭那个桥，担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去做了一些准备。这些准备其实就是一种熟悉的意识，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团队形成很长时间了，是一个比较良性运转的团队，所以这就是在我们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为什么会在最快速就和最合理的情况下就能把它解决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新疆这边的天气挺有意思的，在哈密城里的时候非常非常热，全部都是短袖，但是到了这儿就已经都穿上羽绒服了。可以看山顶上，山顶上还是有雪的。据说昨天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还在下雪。很热，很烫脚。很烫脚？这有零下吗？有啊，有啊，那个水还有冰呢，你看那水有冰。跑，跑啊！自己强迫自己跑。刚才穿着鞋要掉水里。对，来来来，跑。看来这寒气沟还真不是徒有虚名啊！我们的老胡同志也被冻得面无表情。开始啊，开始走过来。对。不过，就是在这条冒着寒气的河边，两个好基友做出了勇闯野人沟的决定。快穿上衣服，披上衣服。对，本来达子，导演想叫你洗把脸来。得嘞，得嘞，我受不了，你这么凉啊！没想到，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却意外激发出了大家的创作灵感。我们在一起之间，因为合作了太多部戏，也是老团队，空气当中都是默契。这团队就是大家通过很长时间的磨合，真的是好多东西很默契，大家又很认真，然后遇到问题并不是说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大家的问题。事实上我也觉得只有在一个极其融洽又很快乐的一个拍摄氛围内，才有可能去碰撞出更多的火花，甚至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太阳渐渐升到半空，阳光下的寒气沟终于有了暖意。大家走过新搭好的木桥，然后就和这几位初来乍到的特约演员联络起了感情。好，好，滚！可别小瞧了这条看上去比较普通的狗，它可是有着东方神犬藏獒的血统呢。这真是人与狗的配合。平板太硬。站好了，哎，走，走。砸死嘴！来，孩子。这早上外边走一会儿，到这来，一会儿没来。而这几条四肢修长的狗，虽然它们看上去有点傻憨，但都是捕猎好手。据说它们跑起来和猎豹还有的一拼呢、啊。我都跑不过它，太快了。这
哪去啊，江青？干嘛去？放啥？我说江青，小心腿痛。没人摸他不摸我。也许是刚刚玩的过于放肆，真到了要开始表演的时候，这几位小爷倒开始有些任性了。开机！这边导演刚喊了开机，我们的神犬就激动的要往出窜，而这几位朋友嘛，好像又过于慵懒了些。没打不动。经过导演组的耐心劝导，狗狗们终于恢复了正常。可等他们来到河边，我们的神犬却又犯起了纠结症。过寒气沟、鬼吹灯的探险之旅才刚刚拉开序幕，对于我们的剧组来说，还有无数条河流需要跨越，有无限的故事等待发生。你们对一下下一场的词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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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我回去了。